我都会听钱，感谢，谢谢吼，莫听阮这声安尼骚骚啊，哎，对，较悬我那唱会起，对对对，哎，但是我嘛要甲你推荐啦，哎，你若安尼，这个一场一场一直表演落去吼，一直拢有过关吼，我希望你这二十场内底其中一场甲我唱过了 ，OK OK 无问题，我即马唱来听啊，啊，真正我觉得，因为吼，歌曲你唱拄只一条歌，虽然听起来简单。但是真正来要唱是无好唱的。你今天要听我继续唱，我就要唱一点。你要唱我听啊、喔？老师帮我唱《吹月落》。月落。哎对对。真正吗？真的啦。因为我感觉吼，因为上次啊，我不是做这种那个 DJ 老师店，我是用那个现场演奏的。对对对。哇、哦，伊、啊、唱一条歌吼，非常有那个 feel， 啊，足侪大咖好朋友听了嘛，足介意。对对对。所以我会跟你建议，就是讲吼。我点一条。啊你。有点一条。有点一条。十首歌里面有选。哦，十首歌里面有选这首。十首有。对对对，这首。我觉得蛮适合你唱的啦，哦、所以我听歌听得济啊，我相信你一定袂唔对的，对不对？哦，谢谢。来，阿舅妈伊特别加码哦，这是伊家己加码的哦。来，今日是算后边无走场才有法度，对对对。无要听，过来伫喺电视台听哦，吼。谢谢。来，阿伯去比赛进前先唱给恁听。谢谢。来，谢谢安排这首姜蕙的《月落》，谢谢月落。把这相思淡几杯，茫茫茫茫
谢。感谢，唔免讨个婆仔声好未？谢谢谢谢。就感谢，感谢人讲歌星来唱了好，婆仔声拢总唔免讨，我你会当金银财宝拢总赚家，靠靠靠！谢谢。